儿子，没事吧？不要打了。飞鸿，你给我起来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，快点给我起来。大仙，你给我闭嘴。啊，不要出手太重啊。我不是跟你说好的吗？哎呦喂，这哎啊，馆主不好意思啊，都是犬子惹的祸，这些打破的东西呢都有黄某来赔好了。哎，不必了不必了，我叫下人来收拾一下就行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坐坐坐坐坐。馆主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，别撵黄飞鸿出学堂。我正准备要跟黄夫人说呢，可黄夫人一下子就把飞鸿打了个半死，我没机会说呀，对吧？把我的宝贝古董全给打烂了。这多谢纳兰兄了。哎，黄兄你不必言谢，当时的情形我看得很清楚，其错根本不在令公子，我怎么可以看到无辜的人受罚呢？纳兰兄仗义持正，岂应真是拜服啊。哎呀，过奖过奖，皇兄济人之急，义诊赈灾，全程皆知，兄台的所为令我佩服之至啊。哎，小弟只是略尽绵力，纳兰兄出钱出力开米仓赈灾民，这才是真君子啊。哎，哪里哪里，请请请请啊，请。娘，你看都踢破了。哎呀，很痛的。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要是不装得使劲一些，那你看像吗？早知道有人帮忙何必呢，白受罪。哎呦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在埋怨娘？哎，娘打你打得挺累的，真是。学而时习之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有朋自远方来。飞鸿，你过来，不亦乐乎？我担心死了，我还以为你真的会被开除呢。哪有这么容易？你可不能被开除啊！我黄飞鸿吉人天相，自有贵人帮忙，所以就化险为夷啦。那可太好了。如果你被开除，我会很不习惯的。入学以来，你一直都坐在我的前面，咱们一起作弊，一起抄作业，还一起踢球呢。哎，是哦，原来你这么重感情啊。那当然，我们曾经在六中寺许过诺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嘛。哎，我肚子饿，先吃了。哎，这饭盒不是我的吗？怎么跑你那去了？你不是说过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吗？有饭当然同吃了。哎，快还给我，快还给我！哎，大蛋子，黄飞鸿，捡起来。哇，好香的饭菜啊！你们两个一定还没吃饭吧？啊，不成了，快断了，快断了！我扶扶你，扶扶你。这么差劲，我在家扎马蹲水缸，最起码要三四个时辰。哎，这算什么呀？我每次被罚都是让你给连累的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抽筋了！坐下嘛。谢谢。以后啊，你得多锻炼锻炼了。真好喝。哎，你这水哪来的？哎，不用大惊小怪的，我们经常受罚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就在这里专门藏了一碗水。聪明聪明。什么声音啊？哦，对了，
应该是迎接武举人的仪仗队。前几天我听我爹说，广州城有武举人荣归。哎，来来来，来，哎呦，干嘛呀？咱们去看武举人吧。哎，好啊，走。哎，等等我，等等。快点！你走路怎么撞人呢？啊，爹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三清树是这样的，学堂放假一天，所以啊不用上课的。放假？无缘无故放什么假？你没听说吗？武举人荣归广州城，所以啊学堂放假一天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们早点回来啊！早点回来。走，我走了，爹。别闯祸。今天来的人可真不少啊，这场面可真够热闹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好多人呐！哎，好隆重啊！广州城30年才出第一个武举人，当然要给封面的了。哎，吹得这么厉害，我要看清楚是什么材料做的。我这一刀下去就是3斤，要是少一两的话，你来找我。哎呀，你们家世荣啊，真是聪明透了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哎，说句实话，你别看我们家儿子胖墩墩傻乎乎的，这小脑袋瓜子聪明着呢，跟你一样。三金叔，我特别想买一块瘦肉。哎，有有，我刚刚杀了一头猪，哎，我给你拿一块好肉去啊。真的？看着我干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就是想买一块好点的肉，也犯不着说那么一大堆谎话。我这怎么叫说谎啊？我这叫奉承。听话的人乐意，说话的人得意。哎呀，你看这块肉怎么样？好肉啊！哎呦，多少钱呢？哎呀，什么钱不钱的，这块肉啊是给你们家少爷飞鸿吃的。平时你们家飞鸿对我儿子那真不错。这怎么好呢？你看，哎，今天啊不上学，哎，你儿子带着我家世荣啊去看武举人游街呢。哎，他没上学？哎呀，去看武举人去了。听说这梁武举啊，天生神力力大无穷，这就是30年才出个武举人。没错。谢谢啊！哇，你来了！好，谢谢，好。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对呀。哎，还没有我爹厉害呢啊！肯定没有你爹厉害。谢谢啊！也不过如此嘛，啊，很普通啊。可不是吗？不知道功夫怎么样，过去看看。走，咱去接一下啊。走。啊，梁武举！哎呀，欢迎欢迎！在下是阳城学堂馆主，得知梁武举载誉归来，特组织大小乡绅和广州的百姓前来欢迎。哎呦，太客气了！欢迎的人有点少吧？啊，
这蚁人不少了吧？我这个武举人是为了广州老百姓挣回来的。是。这广州老百姓就算是没全来，也该来一半吧？哎，这不可以吧？要是都来的话，这条街恐怕就挤垮了呀。哎，是。哎呦，来，有点意思。来，武举能不能给百姓说上几句话呀？是，欢迎欢迎，大家欢迎。来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那您就随便。哎呀，哎，这人哪儿去了？哎呦，哎，好，好啊。我梁威此次得武举人载誉归来，全凭大家的照顾和多年的关怀。啊，这个我心里很感动，很感动啊。哎呦喂，哎，梁武举，你是天生神力，武功盖世，能不能让大伙看看呢？啊，是，哎，欢迎欢迎，是，哎，能不能把你的绝技展示给大家，让大家一饱眼福呢？哎，对，哎呀，哎，大家欢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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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。像耍猴的，对呀。真是天生的神力呀。还没我爹练得好嘞。我也没看过你爹练功啊，我看差不多。放手帽了。上学吗？废话，快走！你说说这个黄七英，他搞的什么名堂啊？把我好端端的一个庆典就这么给搅和了，这分明是跟我过不去嘛！相公，算了，犯不着为这种人生气。不生气才怪呢！啊，他黄七英是个神马东西呀，他不就是给人捏捏这儿、捏捏那儿的一个跌打师傅吗？我梁威那是堂堂的武举人，是广州新上任的巡检呢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匡儿，你给我滚进来。爹，你拿了什么？啊，你拿了什么东西？拿出来。果然是书啊。爹，我明天要去学堂，所以想温习温习。你想去学堂啊？啊，
你读书读书啊，有什么用？你一点都没出息，读书越多越输。哎，他是谁啊？闭嘴！不认识啊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有一位新的同学和我们一起学习。大家好，我叫梁宽，刚从北京过来，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关照。你大点声，我们可听不见。林世龙，是不是这两天你没挨打，屁股又痒了？哎，妈妈。好了，张大伟，你坐到后面去。梁宽，从今天开始就坐在这里。是。饿死。真不明白老师为什么把张大为放在后面，把新来的小子放在前面啊。可能老师觉得他娘娘腔，说话声音不大，所以呢才让他坐在前面的。哎，你不是想欺负他吧？也不是欺负，我看他笨头笨脑的，跟他闹着玩吧。哎，为什么从北京回来的啊？谢谢，都是笨头笨脑的。你是说昨天那个吴举人吧？就是他。他出那么大洋相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哎，你们说什么？可不可以说给我听听啊？啊，说给我听。坐下来吧。哎，昨天啊，那个家伙很傻的，在大街上丢尽了脸。是谁啊？喂，他叫梁什么来着？梁威。哦，对，就是梁威，他背个石狮子在大街上耍来耍去，就像傻子一样的。闭嘴！我说他是，你急什么？还说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嘛把他饭盒弄掉？我叫你说，说你找他，你找他，哦，别跑，别跑你！干什么？抓住他，狠狠地打！哎呀，梁武举，干嘛那么客气呢？嘿呀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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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功不受禄啊！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哪受得起呀？哎呀，有什么受不起的呀？再说宽儿还有赖您照顾。哎呀，说什么照顾啊？梁宽这孩子啊，还挺乖的。哎，一点都不用我操心。哎呀，您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他乖，我才担心呐。啊，您也知道，这年头他是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呀。哎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您说这当父母的怎么能不担心呢？啊，请进。关主，不好了，黄飞鸿和那个新来的梁宽打架了。什么？武功那么差劲，还敢挑衅我？笨头笨脑的，跟那个梁威差不多。对对对，傻乎乎的，还胡说！黄飞鸿，我跟我爹讲，我告诉我爹。你爹只懂得在路边卖艺。住手！黄飞鸿，黄飞鸿，你给我回来，都回来！匡儿，我问你，你们俩谁先动的手？是你还是黄七英的儿子？爹，是我先动的手。哈哈哈！是你匡儿啊？是的。哎呀，好匡儿，你不愧是我梁举人的儿子呀！哎，是你，你怎么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啊？你怎么做我梁威儿子的？爹，我……哎，匡儿啊，我们梁家世世代代都是武林高手，啊，你的祖太爷那是创出了我们梁家拳法呀，啊，那是所向披靡，天下无敌，成为一代武林宗师啊，啊，
你爷爷那也是打遍黄河天下无敌手的黄河大侠呀，啊，哎，就算你爹我，那也是堂堂的武举人呀，啊，怎么偏偏轮到你武功就这么不济呢？梅大人，去去买点吃的去，我去了。走远了啊！大人，好好好，梁武举，哎呦，梁武举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已经在雅座给你留好了位置了。哎呦，樊老大人，樊老大人呐，吃啊吃！哎呦，怎么好像没影啊？好，好，太不像话了，我去找他理论去。哎，相公，算了，随便找一个也一样的嘛。爹，算了。是啊，梁大人。坐在前堂看得更清楚一些。行，相公走吧。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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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人请。哎，哎，哎，不快上前来。哎，是是是。好啊好。你在干嘛？没什么，鞭炮又想捉弄谁啊？啊，不是，我是要报仇。这儿报什么仇啊？看看就知道了，跟我来。过来来来来来，上上上，来来，慢慢点慢点慢点。黄飞鸿，你干嘛？不喝。黄飞鸿，你说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听我说，太过分了！怎么说？你真的不是我啊？飞鸿，黄飞鸿，你干嘛呢你？啊！爹，他欺负我！不是我，是林氏蓉弄的。哎呀，就是你！哎呀，不过是小孩打架，小孩打架嘛！啊，不是，就是你。你站开吧你！娘！要快！走！怎么打孩子呀？你看你，小子，走！爹，小毛孩，我要给你点教训瞧瞧。你打我娘怎么算？我打你娘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走，起，停，啊，两炮，来呀！哎呀！
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老婆，这怎么了？